温时代经典，畅想回声嘹亮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伙儿请上来的翻唱团成员呢，他们的名号真的很大。怎么讲？杨家将，杨家将谁没听过呀？都来了。对呀，在古代杨家将是上战场的，但是现代、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登上了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。掌声欢迎杨家将。宣传